你现在想吃点零食吗？那我们来看看你能否受得了这场巨型和小型食物的大比拼吧。哇，真希望里面是披萨。你有客人吗？嗯，给 Adam 的。我不记得有订什么东西啊，奇怪。你觉得里面会是什么？哈，像某种按钮。管他的了。Adam， 你觉得我的头是不是变小了？再按一次，再按一次，拜托。哇，把那个东西给我。 Chloe， 我的头是越来越大了吗？它会从我的脖子上掉下来的。你的头一直都很大呀。哇，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给我。不要，我玩得很开心的，放手。给我。你很想它是吗？很糟的样子呢，怎么回事？这下面有些不对劲，我们应该把它们举起来吗？哇，我现在好想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打开。 OK， 比我想象的还要奇怪呢。耶，太棒了。薯条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吃，特别是这种新鲜出炉的。我已经在流口水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哇，为什么你拿到的是大的？肯定是我运气好吧。他们真的很棒呢。我普通的炸薯条突然没有吸引力了。来吧大家伙。哦，随便了，我薯条的味道肯定也很不错。从这根开始吧。快看，没有番茄酱怎么吃薯条呢？嗯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我准备好了，大薯条。噗，我的薯条放不进那小东西里面。我可是有大型武器哦。好多番茄酱哦，你全部都要吃掉吗？我肯定要试试看了。来了。哦耶，要好好把它泡在里面。我的薯条太小了，真是太赞了。来尝一尝吧。这是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一顿饭了。介意我先打开吗 ，Adam？ 嗯，我开。是披萨，配了意大利辣香肠，我的最爱。嗯，嘣！天哪，它和一整个披萨一样大，当然还有好多香肠哦。我感觉自己升到了美好的乳酪酱汁天堂。那我呢？我只拿到了这一小块吗？嗯，好吧，我可要好好操作一下才行。第一口永远是最赞的。哦耶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已经快吃完了，我的下巴都咀嚼酸了。嘿，想要吃一些吗？别傻了，都是你的哟。我以为自己可以把它们都吃掉的，这样肯定就可以了。免费的披萨，你这样想吗？你有感觉到晃动吗？发生了什么？ Chloe， 当心，他们都来抢披萨了。他们终于走了。
人类真的是无法抗拒免费的披萨，是不是？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开！只有一颗彩虹糖吗？好吧，你先。哇，真是难以置信，它和保龄球一样重耶。快看，你觉得我敢咬一口吗？我肯定敢呀。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这里吧。我知道了，我直接用舔好了。我也把我的吃了吧。外面这层好厚哦，你吃，我等着。要花上一段时间，是不是？啊，那我闭目养神片刻。认真的吗？没想到我能做到，是不是？我的眼睛是闭了多久？准备好了吗？我闻到了什么味道？开始吧。这是世界上我最喜欢的零食，焦糖爆米花。看起来不错吧？是的。剪刀、石头、布。这太疯狂了。哇，而且都是给我的耶。这东西到底是有多高啊？我必须站起来才能拿到。看得我垂涎欲滴呢。我就先开动了。嗯，还很新鲜呢。哦，好甜哦。至少我也有吃的，对吧？嗯，还不错哦。我喜欢一次吃一颗，但是还是吃得很快。我已经吃完了吗？那你呢，Chloe？需要帮忙吗？我的就是你的，朋友。来，打开它们吧。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棉花软糖吗？我几乎要看不见它了。这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办了。它越来越大了，看，比刚才好多了。这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棉花软糖。好软哦，算你走运了。我知道，我就假装自己要去露营吧，就是这样。点好火了，来烤棉花软糖吧。越来越可口了呢，现在好多了。想要看看我的绝招吗？哇，接住了，这才是技能哦。哦，是吗？看我的。哦，天哪，他来了。哦，好痛。这些鸟是从哪里来的？你的绝招不过如此吗，愚蠢的棉花软糖。再来一次。成功。我们要吃汉堡了吗？上面还有乳酪哦。味道真是棒极了。是的，来吧。哇，认真的吗？太不公平了，对我来说很公平哦。快看这个培根有多大，嫉妒了吗？我的肯定比你的好吃。算你变了，老兄。今天我需要一张大一点的餐巾纸。那是你的床单吗？
来吧，宝贝儿。哦，好大的一餐哦。啊，我感觉不太好。好饿，看完这些我还饿吗？你喜欢这场巨型和小型食物的大比拼吗？无论是汉堡还是披萨，都是越大越好，对吗？那不如去挑战一下你的朋友，记得告诉我们你们的比赛状况哦。对了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。